觉得两位小朋友过于活泼。对啊，好可爱啊，他在我心中永远都是小妹妹，好可爱。学生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好久不见。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下下一次合作。已经聊好了吗？嗯。那我们是可以期待有新的不一样的合作了是吗？嗯，对。Thank you.